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真理？恍若所有思绪演戏，或是被启动，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，皆输应声而起。前生今生来生，与你相遇在每一个梦里，拂袖缓慢天流影，掌心微光谁眼中倒影，回眸不顺离去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起，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梁姐姐，啊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明明记得相公不爱吃榴莲，但是他为什么说他爱吃呀？你会不会记得的是别人啊？哪有别人？你别瞎说。我生生世世。只有相公一个人，一生一世跟一个人有什么好啊？怎么不好？我希望生生世世都是他，都是他。一生一世跟一个人还不够，还要生生世世都是同一个人，哎，那会不会太无聊、太没劲、太没意思了？就像这些糖炒栗子啊，再甜再好吃，也有吃腻的时候。那你每日吃饭，每日喝水。可会念，两情相悦，初时甜如蜜，结为连理，方知日久见真情，有如甘泉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成了亲以后，以前的感觉都不见了。不见了是正常，明明就是两个人。两个人？我是说。男人啊，在追女人的时候呢，就像是战场上的大将军，等追到手成了亲，他们就卸甲归田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所以是两个人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晚点成亲了。看来回忆能骗，这感觉却骗不了人。我挺想知道前世尽忘是什么感觉。没有牵绊，感觉很好。是吗？星君若有兴趣，我可赠您一杯芭蕾饮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这天上地下有任何疑难杂事都要来我藏书阁找答案，我要是什么都忘了，哪能帮你查找往事？有劳星君。小事。这千万年的往事我是没法都记，不过我习惯将天界大事编年为纪。你当年之事应该也记下了。天孤星擅离职守，被罚除去天将之位，抽出一节肋骨制成琵琶，常年相伴，以忏其罪，自愿喝下芭蕾饮，断前衣，望前尘，驻守罗峰阁三千年。就只一夜，我为何会擅离职守啊？奇怪，子安当时的细节竟不见了。
可有他人查过此事？不记得。不过依阁主性格，绝不可能轻易擅离职守。当年之事，定有蹊跷啊。不如，我就赠你漫天流影。那人呢？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。醒了，怎么出来这么多汗啊？头发都湿了，做梦啦？好像梦见我一个人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梦见姑爷了。对了，二小姐，我在你以前房间里找到了这只折纸小龙，你还要吗？这个是我的，不是您的吗？这只龙独一无二，天下只有我能给你。那我问问别人，这是我的。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。别走！把什么重要的东西忘在这儿了？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？
相公，你是相公吧？为什么我看不清你？我是，但这只是梦。你在梦里。梦里，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感觉到相公一点都没变吗？知道你没有变，那种只有你在身边才有的感觉，没有变。我今夜深相许，自是永世不变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流言。相公，自从成亲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这么跟我说过话。我还以为你忘记曾经管我叫小刘莹了呢。小刘莹，我怎么可能会忘呢？这一切我都记得。或是殷勤，都只为了你。这缘似一场花雨，眉目缱绻中哭泣。指尖的瞬息，使得你一颗泪滴。若忘川的涟漪，随我心，是否只会？相公，会不会等我醒来以后，你就又会变回去，变得跟我相敬如宾？人都是会变的，只是在你梦中，我永远都是你记忆中的模样。那既然是在我的梦中，那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凡你所愿，无不遵从。那我怕我是不想醒来。我也愿意千年恋你，为了此梦不息。回眸不是一句，自己为你在心上停起，这一生愿与你月光分天地。续妻留营，客闲内则，书得寒章，聪锐柔仪。这个许知远还真的一举考中状元，任五品翰林院编修，还帮刘莹姐姐请封诰命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只是姑爷当官后，我说好了，人更严肃了。娘子慢用。对刘莹姐姐好是好，对，这叫什么啊？相敬如宾。还好不是冰块的冰。不如冰块。夏侯府被人举报，
与蒙毅的镇南王来往密切，天子震怒，一道圣旨下令抄了夏侯。冤枉！冤枉！少废话！放开我！只有夏侯雪一个人被龙王给救走了。吃点东西吧。你为何不救我爹娘？一夜之间我便家破人亡。当初要嫁给你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过你是妖物，会给夏侯家带来不幸。可是我不信，事实果真如此。我夏侯家一向安宁平静，是你来了之后才发生这样的劫难。我真的好愚蠢，为什么没有听他们的话？现在我连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夫人，怎么样了？夏侯大人现在关押牢中，夏侯夫人听说要被流放塞北，表妹更是不知所踪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能不能救救他们？夏侯府现在卷入的是谋逆大案，恐怕……可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！求夫君想想办法。翰林院刘太守是我恩师，等我私下问问他吧。多谢。我还担心一件事，听闻表妹府并非凡人，而是一种龙药，有可能表妹已经被他害死了。龙王大人绝对不会害小姐的。众人都说就是这只龙妖给夏侯府带来的厄运。可龙王大人是好人，他很善良的，即便没有人相信他，但是我愿意相信他。小雷影，这人间只有你一人相信我。大人，龙王，大姑爷命人送来这封信，说是能证明夏侯大人的清白。怎么样？有了这个，便好办多了。夏侯家总算免于死罪，不过你出手干预人间之事，恐怕有违天条。星君不说，又有何人知？你与夏侯雪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。你用法术化枝叶为人身，假作夏侯雪夫婿，恐怕有违你与罗峰阁主之约啊。我对他并无情意，只能护他平安，给不了更多了。龙王大人修炼千年，却被情字所困，到时只怕情劫难逃啊。若这真是我的劫难，我甘之如饴。哎，你少喝点儿，这是天仙醉。就怕不醉。龙王，星君大人好。刘云姐姐前几日有点不舒服，今日叫了郎中，这才发现她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。龙王，你何时与龙王大人如此相熟了？还有，你额上的流星痕都没空管了吧？别提了。为了去掉流星痕，我去那个罗峰阁偷琵琶，我太惨了。哦，
你见过雪仙寻了？别提这个名字，千万别提，千万别提，我听不得，我听不得，他就是个大坏蛋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相公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榴莲酥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希望我们这台能一举得难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人的一生可以这般漫长，漫长到像是一种慢性的煎熬。送你嫁于他人，看你怀孕生子。夫人也尝尝。只要你过得幸福，我便会安心，耐心等待这一切过去，再与你重逢。可我没有想到，千年的雷劫都没有这般痛苦难熬。不知要到何时，我们才能完成当初的约定。我还有事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阁主，不能再一直用自己的灵力修补天网裂缝了。难道任由天网中的魔晶逃离吗？刘盈如今有孕在身，她夫婿已外派为官，护妻命格无法作用。女人若是难产，夫人一口也喝不下呀。夫人，你快醒醒吧。这样下去恐怕无法母子均安。这徐大人不在，这马上就要生了，留母还是留子啊？呸，你给我下去，你们都给我下去，快走。姐姐是不是体力不支晕倒了呀？我疼，我疼。你也不能一直用灵力守护她的元神了，那灵力总有用完的时候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房间内天地灵气循环，不可能生不出。会不会是罗凤阁的人故意养我？
罗风阁。果然有人等我，必须分身前去。龙王，你唤出那丹化身便会灵力大减，若是受伤会伤及元神。我可以伤，刘盈盈不能死。时辰差不多了，这元神在莲花宝盒之中，冰心仙子还不打开。不急，等那女人流干了血，罗风阁使者会传回消息，到时再开启宝盒。尉迟龙颜，竟敢擅闯！把元神给我！小绿莹，没事了。你一再干涉罗风阁之事，罗风阁不会善罢甘休。内丹化身伤及元神，不惜重伤也要保护刘盈，这就是情爱，有何价值？如果你永远断情忘爱，那是你的性命，也是你的损失。断情忘爱。
汤。哎，龙王，刘莹姐姐就是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会好了。哎，你走了，你不能留醒了。你们俩呀，他的心里全是你，你的心里又全是他，却不能在一起，真是没天理。豆糕、桂花糕、栗子糕，龙王大人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特别不好相处，不好接近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好细心哦。你别光看这些吃的穿的，这些药材才是最珍贵的。我青青这下彻底服了你了，你真的是仙界楷模，男性之光。看来真的是真爱无疑了，敬陪啊。那这些。就交给你了。龙王真好啊！看来是罚你唱歌罚的还不够。哎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尉迟龙颜能碰。碰不得。那我不跑了行吗？你先把我放开。你跟尉迟龙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是朋友，好朋友。只是朋友，他会赠你这么多珍宝，你一个鸟妖要这些有何用？尉迟龙颜就是比较大方嘛。哎，疼。这些东西。我罗风阁没有吗？你是我的婢女，你的就是我。